除了混双决赛备受瞩目，星期三晚上较先登场的男单八强同样备受关注，邻里大战能否顺利在半决赛上演就看今晚。我国男单李宗伟对战中华台北的周天成，达德利是绝对的占优势。我们不是这次不是专只是依赖或者是只是来受李宗伟的男单项目当中是我们夺金的一个机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有混双也发挥得非常的出色，然后这个也减轻了来受李宗伟的压力，所以我就觉得我们会走得更好尤其是来受李宗伟。之后登场的将会是林丹和印度好手斯里坎特的对决。不得不提的是，斯里坎特曾经在中国羽毛球首要超级赛上以两局21-19、21-17击败林丹，而这一次的奥运会，斯里坎特也在第一轮的淘汰赛中打败五号种子约根森，因此这一战想必也会对林丹造成一些威胁。但他有可能再一次打倒林丹吗？也有可能也有可能，但是没这么容易，因为林丹毕竟是他是老练，他的状态也还好，他不是跌到好像道菲克这样他现在还保持他的状态的蛮好的，所以是蛮难击败。不过叶锦福也说，如果斯里坎特真的爆冷打败林丹，那李宗伟接下来的形势就会更好了。